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米。欢迎再次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不是跟大家分享我的车上工作生活，而是分享收工后的生活。想知道我们阵间会去哪里，那你们就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啦。Let's go。好，出发。现在刚刚经过将军澳中心的地下，眼前的这间 Circle K 咧，仲是旧式装修嚟嘅，已经开始买少见少啦。好肚饿啊！系咪想买啊？系啊，买各一粒啦。小米头先话有啲肚饿，咁所以而家喺度食啲嘢休息一阵先。好香绿茶味啊！有麻薯在入面的。阿妈有了第二个，昨天已经看完，但因为这里有广告板可以打卡，所以特登过来行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要打卡，所以刚才在很多人面前脱衫，但就不方便给大家看了。至于我哋今日要去嘅地方，就喺 Donkey 嘅对面。呢个商场我之前都未嚟过，今次都系第一次嚟啦。搵唔搵到你想行嗰间铺头啊？有啊，第一个左上角嗰间新世界韩国食品。嚟到门口，首先就影张相打卡先啦。跟住带大家睇下本周精选，睇下有啲咩货物减价促销，然后带大家睇下冷藏食品。呢度有韩牛卖添噶，130蚊一包面喎，应该唔会系一人份量啩？两个啊？哦，系喎，两人份量喎，1.24kg。咩嚟啊？猪肉嘅嘢，好正。系咯。定鱼春嚟啊？鱼子汤喎。呢好似好正，公麻油薯子啊。继续带大家睇更多嘅货品。飲品的種類都非常之多，好似喺韓國行緊樂天超市咁啊！零食都有好多款喎、啊，咦，蠟筆小新的款式都有，我諗阿范先生應該會中意喎，買翻一包俾佢先。呢個最人蟹喎，仲要買一送一。你有冇食過？冇喎、啊，我都未食過。仲有醬油蝦，同埋醬油鮑魚。仲有韓式豬手喎、啊，好似好正，好想食啊！198蚊，大哇！有山葉八爪魚啊，喺韓國買過，超好食喎、啊！有飯卷啊，呢頭係咪今晚買翻去做晚餐啊？係啊，有原味紫菜飯卷、烤牛肉紫菜飯卷。吞拿鱼紫菜饭卷、韩国煎蛋卷同埋韩式炒粉丝，呢边仲有其他熟食，仲有人参同埋保健食品。之前同子米去过韩国旅行，曾经买过黄色嗰一只咖啡，都几好饮噶。行到呢一边睇到有块告示牌话宠物专区准备中，呢度都有买一啲唔食得嘅嘢，主要都系厨房用品。今次合共消费了335蚊，给大家看看我们买了什么。刚刚就行完这个新世界韩国食品专门店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我就觉得比预期中细间，但是货品种类都繁多的。由于时候都不早了，现在是时候准备回家吃晚餐。
如果你哋都鍾意我哋嘅分享，就请你记得喺呢条片嗰度俾个 like 我哋，仲要订阅埋我哋嘅频道啊！仲有记得留言啊！好啦，咁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